Are Shaolin monks celibate? 每一个人都需要控制自己的欲望，我们通过修行来充实自己，我们通过修行解除了这方面的欲望，所以很多人他去追求了不应该追求的，或者追求了错误的东西，那他就会痛苦。不要让欲望来掌控我们，要让我们自己来掌控我们自己。Thank you for that very thoughtful answer.